今天参加 TikTok 创作者聚会，有个活动要抽题目，马上想剧本、拍摄、剪辑，用了20分钟，影片就出来啦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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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达尔企业开业了！谢谢谢谢恭喜！想当年多亏了你啊！好好好，新年快乐！我是你爸爸的哥哥的妹妹的远亲的同学的爸爸的妹妹，所以你的弟弟到底是谁啊？实不相瞒啊，我从很远的花莲来啊，身上没多少钱了，可以更借一点吗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我有一张祖传的桌子可以送给你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感谢你啊。2000 years later。后来我用这张桌子换了一台脚踏车，再用这台脚踏车去换到一台破旧的机车，我用这台机车去送了 Uber E， 所以后来送到了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。这个阿姨可以让我不努力，所以我成功了。各位，我们今天集团开业了，放鞭炮！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，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哦。你绝配了吗？